对，我好奇，我好奇啊，就是因为又唱又跳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。你平常花多少的时间在练习这一块？嗯，说肺活量吗？对。其实我没有在运动。你没有运动？但是这就是一个肾上腺素。哦，你上了舞台。对，我肺活量就会很好。OK OK， 天赋。所以我在台下肺活量非常不好。OK， 好。那对于今天啊，我硬切，我硬切。Okay, okay. 就对于今天的活动，我们的公益直播嘉年华，你对于直播有什么想法吗？其实我在还没有进演艺圈之前，我也有就是去做过直播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很长一段时间吗？我其实就是有点像助理这样。哦，了解。也就是我在旁、有在镜头里，然后就帮帮忙这样子。等于说偏制作组相关的。对，就是一样是在镜头前面，然后帮大家带货这样。好，了解。那对于我们今天的选手以及厂商，有什么话可以勉励一下他们的？加油，你们可以的。你们就是自己的答案。哎呀！大家各位一定要碰碰，要碰碰，对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好成绩，跟希望应该是有奖金的，还是有什么用？奖金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有那个 Musa 在喊奖金哦。是有奖金吗？还是其实没有？然后我就硬奖。硬奖没事。硬奖就硬要给。哦，是。因为我们老板是很佛心的，所以 OK 的。等一下 Musa 也有奖金吧？我有奖金吗？有吧？我应该有啊，应该要了。好了，再次感谢我们的 Musa， 谢谢你，好的，接下来我们。